我就是这次的入队考官小橘子，只要通过测试就可以加入到候选名单了。哎，大名鼎鼎的白永泰和马特怎么没有到场？啊，哈哈，这个原因说起来有点复杂，总之这两个笨蛋暂时来不了现场。不过先别在意这些，快准备和其他选手比赛吧。第一轮测试马上开始， Go Go Go！
到了5级，我们车队就会将这辆 C 级刺客当作礼物送给你哦。哇，还居然会送我一辆 C 级刺客，这太棒了。但其实我想要个小哈，要不送个 B 级车也不错啊。不准挑三拣四，并不是档次越高的赛车就真的越好。对于新手来说， C 级的赛车用来练手最真的。但是那些土豪总会有不少新车，心里边好痒痒。在飞车世界，讲究的是赛车与赛道的磨合。比如西部矿山赛道，对普通车手来说， D 级车发挥出来的成绩可能还高过 A 级车，所以呢，你老老实实跟着我的指导走就没错了。现在是时候带你去见见车队的另外两个人了， Go Go Go！ 考试成功。哥哥，给你介绍介绍我们队的新人。话说白永泰呢？在医院躺着呢，谁让你们吵架的？他刚刚飙车被撞了。什么？被撞了？回放录像的时候是个黑衣人下的手，不过可惜没抓到他。话说回来，我们选出来的新秀还准备接下来的测试啊？为什么还要一轮测试呢？刚才不是已经完成了我的考验吗？我可爱的妹妹哦，明明是你记错了好吧？不多个几轮能够选好人吗？喂，哥哥，你绝对是改了需求吧？来吧，新人，只要和我的小朋友们来一把淘汰赛就可以了，可别轻易输了哟。
好呢，把它放在这边，我再弄。那就你喝上。不好意思啊，因为你的实力过于耀眼，所以不得不把你放在一群人里面，再次验证你的潜能。总之，现在对你是越看越顺眼了，比白永泰那家伙靠谱。不是，阿特，你居然把我一个人放在医院里面。开车被撞伤的病人还是乖乖去休息吧，谁让你偷偷摸摸去试一程练车。有这事情放后说。哎，既然就在这里给我看看你的技术吧，可别让我生
休息，明天接着训练。顺便问问小橘子，今晚想吃什么？想吃火锅。新人，今晚就让你主厨了。话说，从今天开始，纳尼？挑战成功。第一行人，这次的训练可是货真价实的东西了。这条赛道要求2分20秒内通关。好，才2分20秒，哥哥的要求简直是太简单了。当年白永泰第一次跑这条赛道时，2分钟便通关。但是感觉一点也不简单呢。赛车手最容易在连续胜利后放松警惕，我想这是哥哥在考验你。
人你就别说笑了，这个人的天赋一点也不亚于当年的白永泰，只要训练训练一定可以的。话说你们现在总算认可我了吧？小橘子车队有你这个新人真好，以后洗车上蜡换机油打扫车库除蟑螂的任务我就都交给你啦。怎么我看到了一个不喜欢的面孔？但想必你的能耐也不会差到哪里去，以后就当我的小弟吧。白永泰你这个笨蛋，你的伤好点了没？一切还好，不过我刚刚得到了车王日记的信息，这名誉为赛车神经的东西竟然没当，据说夺冠车队就可以阅读车王日记，日记的前六页也会奖励给进入。终于可以离那个人越来越近了，这本日记是那个人的心血所作，还留有更上一代车王托马斯的。那是我们的希望都寄托在，所以新人你要在接下来的一两天内好好参加各种小规模的比赛，练练技术。明天早上六点。就在啊，我一个人在。